各位同学友，好，今天进到我们第十四周，第十二个单元讲情绪控制，咱们里面有分了六节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情感，第二个是美德，第三个是古典尺度，第四个是孝顺，第五个是己利利人，第六个呢是服务学习。美的关于美的部分，就说我们在情绪控制上面呢、我们从七个向度来跟各位分享，来跟各位共同的研究。等我们谈到这个情绪这方面的事情，有七个向度上面可以让我们来做调整。第一个是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感情是什么回事，第二个是我们呢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德，第三个呢是说我们有一些典范呢，就豁达的古人告诉我们什么，第四个呢是这个我们宜宾枢机主教在我们的孝训里头怎么样子启示我们第五节我们呢是从 Maslow 的这个人格需求理论上面怎么样子来调试自己。第六个是我们用一种实际的行动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第七个呢是最后是讲到结论怎么样子来调节哦。那么说到美德呢我们都视为八德，视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凑起来48等于12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是这样啊。礼是5，义是义是7，那么廉呢是6，那么耻呢是彻彻底底的觉悟了啊。那么这一丝一毫都不拿了，礼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见义勇为，这是应该做的就要做。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信义和平呢那么大家都很了解。忠于自己所做的事，孝顺自己的父母，为人要有慈爱。那么爱忠孝仁爱呢对自己对别人都要做很好的保护。信呢做动作的时候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样子应该做它就会出现。那么实呢是义，义也是这个义是跟好的事情连结，连结的时候是讲究那个公平正义的。他们这个能沟通交流的时候呢是要和平和谐，但在填充的时候呢是要平平的不要过多那这个是也跟这个所以我们传统的美德是这么说呢，那么也跟这个跟以前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那个12的哲理有很密切的关联。但这个四维八德呢事实上是一种从由天而降的美德，就是人就有这样的美德。那这个美德呢是基于天所本来就拥有的，那么在人上面就会显现出来。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了解，就是这么说，我们有这些美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好的发挥的时候就可以情绪很稳定那么再过来就是情感，我们来了解情感这回事。情感呢说到是爱的那么爱我们大家的人都有这种友情、亲情、爱情朋友同学爱、同志爱什么的这些感情。那么这个感情呢大部分说呢通常都是说第一个想要拥有，第二个要吸引，第三个要跟他来往，第四个常常会想念，第五个呢是都
有爱的时候就会体贴，就会替他着想啊。六呢是想尽办法，嗯，会一直的以他为对象在追求。那第七的就是常常要出点妙点之中，那是说有一些奇妙的花招来讨他欢喜。那第八个呢是把自己奉献出来啊，给对方啊，为对方牺牲。那么第九呢是啊，要说到做到，常常要去照顾他。第十个呢是要有一种约定，海誓山盟啊，海誓山盟是最严肃啊。但十一呢是常常要沟通，要啊感情要表达出来。那么第十二呢是吃喝生活上的所有的啊都很好的条件。那这是一般爱的通常的啊，通常会表现的是这样子哦。那么刚刚那个是叫做啊一般的爱。一般的爱是这样，反正这底下这几个那个比较暗一点的字，就是说，嗯，他是说平常的爱，跟我们说的十二个哲理啊，是环环相过的，是密切相连的啊。那么，所以这是一般的爱，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再过来，人这个爱也常常会爱过头啊，走样呢。那么在原来的这些原则之下呢，他会变成这种样子，他就想要，想要占有、独占，别人都不可以来，只有他自己才可以。那么的，再来就是第二，就是一天到晚来纠缠不已啊。第三个呢是啊，几乎疯狂的状态啊，这是有点有什么变态啊。第四个呢是。一直迷恋啊，就是非得他不可。那么第十五个、第五个呢，回过他要控制；第六个呢，啊，常常会去做骚扰不应该要有的动作；第七个呢，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恶作剧啊，这个什么样的不恰当的行为啊，变有点变态。那第八个呢，是会把他的。本来是属于对方的，要把它抢过来。那么第九个呢，要控制。控制的时候呢，要常常会指使他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么第十个呢，是啊，用什么方式啊？啊，都在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啊，各式各样的关系不正常。那么第十一个呢，第十一个就是交流的时候呢，啊，不是用平和的方式，都是用奇奇怪怪的方式在啊，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的这种交友了哦。那么第十二个呢是啊，纵欲啊，这个感情上的纵欲啊，食物上的纵欲，思想上的为所欲为啊，这是左样的这个爱啊。那本来爱啊，我们刚刚说爱是从这个五啊，古代的皇帝的代称，他们的一直追溯到上面了，他可以说是上帝啊，是神的爱。那么说神呢，啊，我们说神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爱哦。那么好啦，既然说在上帝就是爱，那上帝的爱是怎么样呢？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它是第一个寒冷，然后又不会生气，或者慈悲的，那么就是毫无怨尤的啊，还带着个慈爱，是发自内心的。第二个呢是不嫉妒啊，不嫉妒他啊，别人对他怎么样，他又怎么样，他自己又怎么样。第三个呢啊，爱的是什么？不夸张啊，对自己啊的才能不会一直炫耀啊，不啊的。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觉得啊，这是思想方面了啊，思想上方面觉得自己的想法最美妙啦，自己可以啊通古今啊什么之类的哦。那别人都愚蠢，只有他才聪明。那第五个呢是不合理的事，不礼貌的事，那不礼貌的事是用规矩的事哦。那么第六个呢是啊，我一天到晚只
就是不为自私自利的啊，不求自己的啊，做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这是一种啊天上的爱哦，柏拉图式的爱哦，能不能这个啊不轻易生气？那时候对方啊有什么奇怪的动作，不会生气，那么自己呢不会因为自己有什么奇妙的想法不被了解，他也很生气，不会这样子哦。啊，第八个呢是啊。不会去计算别人的恶处了哈，但通常会说人家坏，是因为自己想要那么坏，他自己也想那些啊图谋不轨，但所以自己会图谋不轨的人，就一天到晚的看到别人图谋不轨哦，那所以呢，这个啊，在追求美好的时候呢，是啊，不去追求那些啊，恶劣的事哦。那么九呢？啊，九的是啊，行动起来啊，啊，不会是做那个不正常的事就觉得很快乐啊，什么爬围墙啊，这个啊，踢水泼水打人呐、啊，开车啊，什么倾斜啦，前脚弄起来啊，这些哦，还有这些大家一起在做事的时候呢，哎呀，要不会。突然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那么第十呢，是只跟真理同乐。那么说，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啊，都是走正直的人啊，那不会去啊，不有不如己者了。孔子说的啊。那么好，那么第十一啊，在交流的时候呢，是什么事都包容，什么都相信，什么事都是盼望，不怀疑。哦，不怀疑，那么即使对方错了也可以包容，那么只有盼望，有相信说他一定是对自己对我们彼此都是好的，那我们啊的彼此的尊重啊，彼此的啊为对方的祝福。那么第十二呢，就是还是忍耐啊，一开始是忍耐，到最后也是忍耐，这个一天到晚都要忍耐，凡事都要忍耐。这个没有说我忍耐你七次啊，我忍耐70个70次 ，anyway 一直忍耐哦。好，那么这个是有关情感的事，我们啊知道正面正常的是什么样，然后负面的是什么，最极端不是最。高等的是怎么样啊，最顶级的是怎么样啊，这样子啊。那我们有这些以后，当中我们就选择我们朝那个正常的方式，那么能够超越的时候就到顶级，千万不要落到那个叫做啊走样的啊。那么第三个让我们来思考的呢，就是说啊，宜宾枢机主教啊教我们的孝训，我们的孝训是真善美。那么有人说全部都做起来啊，就叫做圣。那么真呢，有这三项是真。那么善呢，有这个蓝色的是善。美呢，就啊、下面这五项真善美啊、哦。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啊，我们把它那个啊，回到啊那个十二哲理起来呢，那么啊，我们啊，枢机主教叫我们。知天知人知物，那么美呢，就是知道怎么样处理事物。那么知人呢，还是说作为一个人要怎么样子做。那么知天呢，啊，对我们不了解的，比我们高超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追求那个真的，不要去追求那个虚伪的哦。那么这个是啊，他又提出这个。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啊，啊，事实上呢，啊，这个长者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呐、啊，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也要自己思考。那啊，事实上啊，要做到这个宜宾枢机主教告诉我们的真善美圣呢、啊，要从美开始做。啊，美也是大家最容易做到的。那么再做善，再求真，那么最后呢？啊，通通行的时候是圣啊、哦。那么圣呢？啊，用宗教学校啦，哎，不，我天主教学校都不强迫人呢、啊。事实上还要一个知天主
啊，那么知物知人知天知圣神知天主，那么这个是啊，于宾的三知论，这里把它扩充到了五知论啊，五知论呢，那么好了，这个三知论呢，啊，事实上就是一般讲的三观，三观呢是宇宙观、人生观跟价值观。这个关于物呢是一种价值的概念，关于人呢怎么跟人相处啊，自己怎么样做人是人生观。那么这天呢，就我们不可理解的、难以捉摸的啊，我们怎么样去认知，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去实践，这是宇宙观啊。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啊，又是一个叫做啊宗教学校啊，天主教学校是不会强迫人一定要啊做什么样啊的宗教，但是对于神学有啊建议大家多多去了解。那么知道知物知人知天之后呢，还要知灵，这那个是一种道德观，灵魂的事。那另外一个呢是一种神学观，神学观呢，那么好，那神学观每个人会不一样。那你找到了释迦牟尼，你找了穆罕默德啊，那我们天主教这边呢是找到了唯一的真神天主啊。好，那么这样呢，这是于宾枢机主教啊给我们的我们的校训：真善美圣，有这个啊，要我们建立这个五个观。那么五观有了之后呢，啊，你就这些都了解了。还会去，当我们情绪有不稳定的时候，就是我们通常情绪是因住紧生情，因为有那些事使得我们有一种反应。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就是那个内荷荷尔蒙分泌的时候所造成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啊还有一个地方会来说。那好，那我们啊读文学院呢，我们读了很多古圣先贤的那个啊伟大的思想，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啊看天、看人、看物，怎么样修身。那哇啊很多啊，我们的资产就在这里，我们的啊文福、人文的素养都从这个地方来。他们都通常他太抽象，他太高超。那么以至于啊，可能跟我们生活没有搭在一起啊。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图解来跟大家啊一个分享了哦。那么在这个图里头，哎，等一下，那个图怎么不见了呢？好，这个图不见就很难说这件事。那么我们把这一张啊，把它放到这里来。好，放到这里来啊。那怎么说呢？天命之谓性，这个天呐、啊，有一种使命呢、啊，它就一个给我们一个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就变成我们的个性，这是德。那么，那我们呢，如果做这一件事啊，做这一件实践我们的信啊。那么这个就是朝着道的方向去走。那我们如果啊要修道啊修得好呢，那叫做什么？叫做教。那么教呢，也是教人呐、啊，也是教自己啦、啊，啊受教啦、啊，教育人呐、啊。那么这一切呢，都要是事物的本质啊。事物的本质是这个，它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我们做人也应该啊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做人也要本着我们的本质去把它做起来。那么诚是一种天道，是上天的原则，因为上天基本上他是那样子的善，他那样的美，他那样的真来对我们，那我们也要真善美哦。那么天道呢是上天的原则，答案是哦，不，这个地方庄子做了一个补充啊，就是说要啊要体会到上天的道跟我们的性啊，那我们就是要自己融为啊那个本性的部分。这下子是说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去深层体会自己是被造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就是被造成什么样子，我们等一下会说啊。好，他们是庄子也是很高超的啦，庄子的齐物论啦、那么外篇呢，这个秋水，他主张什么呢？万物都在生长，好像马在跑一样，一直在变化，无时不刻在变化。道的内涵就是在变化，得到道的人呢，就知道怎么样在变化当中啊，怎么去顺应它。哦，那么情绪来了，我们知道所有人在变化，外面都在变化，事在变化，人在变化，你所遇到的遭遇都在变化。但是呢，这个得到的人呢、得到的人呢，就有办法来顺应这个道啊，来自得变化哦。那么他这个豁达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哦，啊，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你听说过吗？我们是太阳系，我们是太阳的一部分，因为太阳系好大，我们活在太阳里面啊，这个是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么从这个来说，跟啊，我们说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啊，这个事是一样的说法。那么生呢、啊，没有什么生跟死没有什么差异，因为这个我们是大自大万物的一部分，大万物呢生生不息，于是我们在里头啊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生生不息，我们是遵循一种同样的道。那么天道无为啊，就是。啊，那个秋水里面呢的核心啊，天道，哎，很棒。这跟啊，有一句俗话说啊，天主不会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做我们的选择。那么啊，天道是啊，事成的时候，他呢，他不会去干涉，他啊，这个啊，不会特别来干涉我们人们。那啊，另外庄子呢？啊，庄子是谈到一个，庄列子啊，另外是一个列子，列子啊，跟庄子是同一时期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还给我们一点启示哦。这婴儿少壮，老年坑气势啊，是一样的一件事。那么人啊，有形物质的活动啊。不会留下什么样的形体，在背后呢？背后会有一些留下的是影子、声响。那么道本身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道本身没有形态，所以它也不会结束。那我们这是道的一部分，我们去实践道啊！道在我们任何人，在植物、生物、动物里面都有东西，在人里面也称为德啊，在物里面叫做物理。叫有物理有人性啊，那啊那个啊这一切呢，在这一张图里头，我们有两个 spiral， 这两个 spiral 呢就好像这个基因呐 好像你们染色体里头的基因啊，它有上有下啊，这是这张图呢，书就是一直播这张图，就想跟各位分享。这个暗的上主的安排，它超自然的安排，是可以用一张简单的 diagram 把它综合起来。那对不起，我喝个水啊，有点口渴，有点沙哑。那老子是一个更玄妙的人。老子呢主张说，我们要转气，我们要。变成婴儿爱，你要说如果人不像小孩，万不能进入天国，这是耶稣啊、跟人说的话。老子也说这种话，就是我们要回到婴儿的状态，要修什么？他常常要像小孩子，天真无邪啦，哦啊，里面充满了真善跟美，没有受过污染的，没有受过污染的本性。那这句最妙了，最妙的是这一句话哦。那么啊，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啊，也应该来，我们再把这张图放到这边来，在这里啊、哦，
老子说，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一个老子在形容那个不可道、不可名状的那个超然的存在。那么要说呢，也说不清楚。一旦说了呢，一旦说了就说错了。那我们说画个图，大家来思考思考啊。人法地，人在地面上生存。地呢是法天的，地是按照天道在行啊，那么天法道啊，它按照一定的道在运转。那么道呢，这个道呢是有个至高无上的一个自然在指引，那遵循的这个原则在跑。好，那么他又说那个道呢是有物焚成啊，先天地而生。好，这个是天地啊。那么这天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存在了啊。它呢看也看不见，太古老，听也听不到，它很微妙，它很少，它很少人在说。那另外呢，它细细微微的，那哎呀，掌握不住，抓也抓不住啊。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啊，人心非常的危险，道心的非常的微妙啊。那么这是形容道的时候了啊，老子称它为宜稀微。这宜稀微啊，是三个声音，它跟那个啊西方啊犹太人说的耶和华啊声音非常接近，耶和华啊。雅威啊，雅威，那么这个啊，上古时期啊，这个公元400年前的时候，哦，那老子更早啊，400年前的时候就有一批啊，东西方都有出来这种圣人呢，会知道那个上天的道理，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落实一点到我们引用。啊，西方的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自我的实践，来了解我们究竟是什么回事，别人又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了解自己，了解别人，那么就可以有同理心啊。怎么样的了解自己跟别人呢？就是每个人的人格养成啊，跟他的需求啊是一样的。都是从最下往上跑，最下是生理的需求，吃喝喝水睡眠，最上面叫做自我的实践，发挥潜能，实践理想。他问好，这上面是安全的需求啦，社会的需求，要被关怀啦，那么这个啊被尊重的要求哦，这是这个西方学者这个人格特质。跟这个人类生长需求的 hierarchy 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的，那这个啊被用来啊在啊解释很多事情上面啊非常的夯，非常的好用。那么同学呢啊常哎有机会可以用这个，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如果有阶层性一步一步要往前走的时候呢，那就会要用到这个。那在我们这个图里头呢，好，这个 Maslow 所说的这一部分就在我们人的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上面呢，这里只有五种，这里有我们说这图有12个要素，那么这个上面还有7个要素，它没有，这7个要素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们来介绍哦，就是啊，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这个7件事以后再说，就是那别人也会在追求这个，只是 Maslow 当年呢，他在一个19世纪来的时候，这个以实用的观点啊，不谈太玄妙的东西，把人的常常见到的特质啊，把它描绘出来，
那么好，了解他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别人，了解别人就是会有同理心，有同理心的时候，即便对方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同理，那么或者是说对方遇到什么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同理，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啊不会去啊计较，那么啊会同理，但是同理跟同情是不太一样哦。同情你会陷下去，同理就是知道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处之泰然，该给帮助就给帮助，而不是说马上要尾声了，这个要留意。那好，第六个阶段，我们进到一个前面说的啊，都非常的非常的正面啊，只有在爱那个地方，走样的爱的地方有。约略谈到说啊，当人的感情啊、爱情啊变质的时候，会有几个啊，我们社会上看电视场偶尔会听到的那个什么，做出那个不好说的那些事情啊，那的的确确存在。那么这个呢，有关于这件事啊，这个我们啊，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孔子之后呢，有一个他一个儒家的一个叫做荀子啊，提出来一说，他说是早就说过了，他是说呢，他是性恶，他人性本恶，那啊一切都有功利，然后啊是个感悟，刚刚说的上面那七件事他不谈，那个啊说那些都是一厢情愿的啊。跟事实不符合的，所以他虽然是列在儒家之内啊，事实上啊，儒家都不愿意认识他啊，都不愿意承认他。那他呢？他事实上是法家的开始啊，法家就是言行禁法，人呢不多做什么事情不对的时候呢，就要给他用一种法条来约束，用法律来做惩罚哦。好。那他还是说皇帝呢，做王的人要把这个事情交给那个啊，交给属下那个有廉有道德呢，然后又有啊能耐的那种人，不是说啊我们人去选贤于人的那个啊，选贤于能的那个君王啊，贤跟能的君王啊很少，少之又少。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啊，是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君王，只有几一段小小的时间，几个人而已。那么做王有，我们要同理啊，做王有做王的心理负担，他然后有他的诱惑，有他的限制，所以他也只能做那些荒唐的事。那么其他的事啊，这真的应该交给那个贤能的属下来说。那他主张是要管教人民的哦，那么这个事呢，就说我们愿意承认这个人有恶的一面，那是不是本恶呢？是有部分是恶。那关于这个呢，在西方的看法上面呢，这个呢是那个叫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上面呢。很有名的，那么同样心理治疗啊，就是用他的理论来，就是说啊，因为我们人性恶，不是恶，那是遗传下来，是谁？是神遗传下来，是在他的希腊文明里头，在西方神话故事里头啊，最早的那个天主啊，有三位，那三位都有毛病，他们共同的毛病是什么？恋母弑父，恋母就是啊，依恋了自己的妈妈，还是娶自己的妈妈，然后呢，弑父就把自己的父亲呢给他推翻了，那甚至就把他消灭杀掉。那么这些呢，就叫 libido 是跟着我们人，因为我们有这些，所以有这些 libido 就会做出一些。啊，奇奇怪怪的事啊，那特别是在性方面的，这是性异常的事啊，性异常的事，那么啊，就是要去了解
第一个，了解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是遗传下来的。另外呢，就是让我们去做了以后，我们去啊回想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事，我们以前有碰到什么事，以至于我们呢啊，我们会产生现在的行为，这些呢啊，经过自己的啊整理，把它说出来，那么有一个人倾听之后呢，就会找到答案。不过这个呢，这个啊，在西方实施起来，它现在当然还有，可是通常后遗症的不少了哦。通常那个倾听的人后来又变成性侵犯的人，哇，这种就是人性使然。那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奥林匹克这个 Olympus 山上那个啊第三代的这个皇帝啊，第三代皇帝叫做宙斯，宙斯呢娶了他的姐姐，然后啊就有这几个人啊当年被他父亲呢、啊、吞到肚子里面啊，统统把他找出来，然后啊联合起来在啊联合地下的他祖父把他藏在地下的怪兽联合起来，就把他父亲给杀了啊。杀了呢，这个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哎呀，不是他妈妈了啊、哦。那前面那两个都是跟他的妈妈结合的。哦，那么所以呢，啊，我们晓得啊，不要为人呢，耶稣有说那个啊，睡觉之前呢、啊，把所有东西都放掉。不要一天到晚想自己罪恶曾经做过什么的事啊，那么还有一种机制啊，可以忏悔，可以去告解啊，要把这些放掉，哎、啊、要原谅自己，要原谅别人啊，那么因为不得已，我们有啊史前文明加给我们的智库，那么有那个神仙给我们的，还有那个鬼精灵给我们的啊的一个影响啊，那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啊，在主导文里面，也就是说，主导文叫做耶稣的祷告，然后啊，告诉我们就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不要免于凶，要让我们免于凶恶。那我们要求那个啊，自己告诉自己自立自强，然后求神来保佑。好，那最啊，还没有最后这第七节。我们有个积极的办法，可以把平常我们这些事情呢，透过一种学习，那么学习怎么样学习？透过服务，那么服务一定有他准备好的那些啊基础理论，特别有些专业的，有些人文的素养。那么人文素养啊，就是有很多方面的，我们有了之后呢，自然我们懂得如何节制，如何调整我们的情绪。所以呢，服务学习，当我们去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本身就是一个叫付出的，要帮助别人的。你可以用伤害别人去帮助别人吗？不会。那我们一定是用啊善意，我们运用我们的专长去提供服务。那么在做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反应，会看到成效。那么于是呢，就往前再进一步，那么就学了，那么一步一步的，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呢、啊，就可以达到一种叫做高超的境界哦。那不是用口说的，是经过准备啊、服务啊、反思啊、跟庆贺。那为什么又跟这张图放在一起呢？但事实上啊，这个是简图。当我们在做服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呢，先预备好了，从下到上学好了，东从上到下去服务，服务了之后再从下往上去学习，就像周而复始。但它不是啊，不是只有这简单的四个步骤啊。好，但是一个同样的啊，是这个，哎，这样子是服务，那样子是学习。那么中间呢？中间还有很多细节。这个代管是啊，让我们一下子了解他们是要做什么哦。那前几天呢？啊，不，就是
23号的前一天，叫22号。那么22号呢？哦，我们呢由三年级系协会啊，为我们准备一个感恩餐会。感恩餐会呢，这个就说准备来不及，准备不好，没有问题出在于没有啊，再去确认。那么一次呢，用餐的时间到了，餐点没有来，造成时间的延误，还有这个人心的纷扰啊，那啊就场面就很混乱哦。那这个啊主任呢啊当天呢告诉我当场啊就给我们一些啊他的感想啊，那我认真的把它记下来，大概有这几样哦。那么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各位都在场嘛啊、哦，那么回味一下当时的感受，还有主任所说的内容，我们来做心情的调配。好，我们知道有很多美德，有很多典范，有很多标准。那么也知道我们也受到一种先天的限制，有的遗传的限制，有一些文明的限制，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叫做突锤，是不是？好、哦，那但是呢，我们刚刚说我们去服务，我们去学习，来学习究竟怎么样学习？好，那就说我们服务的时候也用这样去服务。这个了，滑鼠变慢，好，现在看到比较快一点啊。就我们先是有本来是先天的，它赋予给我们这些。可是我们在小时候被调教，我们在学习。所以是由下往上在学习，学习了到后来，我们把这几个优点呐、啊，都把它拿出来奉献给别人，为别人做事。那要哪几个呢？第一个，一个是尊重，一个是对权威的尊重，对所有人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他长得高，长得矮，长得漂亮，长得丑，他长得比较聪明，他考试会高分，会低分，哎，他数学不行，他什么，哎，这个都是那个人的特性，我们就要尊重这个人，把那个人当成一个很宝贵的人在看，我们自己也一样哦。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种忍耐的智慧，就是说智慧，忍耐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忍耐。我们不是没有意见，我们有意见，但是呢，我们透过一种方式把它融合起来了，想办法要去改进它，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有智慧。第三个，我们要相信我们是有很高的禀赋，对自己要有信心，那个一定有天生我材必我用啊。一定有上天有赋给我们的潜能，有这个潜能，有那个潜能。那么即使说身体受伤了什么之类的，哎呀啊，我们关了一扇门，给我们开了一扇窗。那么很多例子就是说，先天不是，就是后来不太完美，他照样可以做出一番对人类有贡献的事。那第四个，要善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啊，思想是无眼福界啊、哦、这个本能在这里，思想还超出本能，你知道吗？我们的想象啊，可以提升我们的本能，补我们本能不足的地方。那么第五呢，要找到事情的理路啊。第五，像这个啊，五个啊，这是五，这现在是五啊，是个正方块一样，正方是一个。啊，正方是个几何，是四边都相等，然后再组成起来的时候啊，上下左右中间通通一样，这是强调一个它有一定的规则了哦。那么啊，第六个啊，要想出办法来，这办法呢就是要计划的，要筹备的，那么随时都要做调整，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你看，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那么往前进，这个是第六。那么第七呢？第七啊，
要有创意啊，要创意啊，这个各方面呢、啊、都要有一个突破，哎，用这个形状，它渐渐的都好像啊上下突破，然后这个前后左右都要突破啊，这是创意。那我们这活在这个世界，就一定要有创意。那刚刚啊，马斯洛这个少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七项。那么这七项是刚刚所说的一二三四五六到这里是第七啊，要创意啊，整个包起来就是这一件事。好，那么再来我们要追求完美啊，那么追求完美不要啊，要装饰啊，做人要八面玲珑啊，那啊想事情要做到啊，事情呢表面一定要做到啊，表面看得见的都要做得好，里面的更重要，是不是？那么里面的啊，里面的刚刚已经说过了，那里面都做好的时候呢，那表面更是应该做好，不要去伤人，是不是？哦，那好，那么这些以上的都齐备了之后呢，啊，不是光是嘴巴说，光是头脑想，光是计划不行，要付诸行动，要 action， 要啊见即履行，要去做到。时间是很重要的是哦，好，那么再过来就要讲究那个关系了啊、哦，这个关系就是说。哎，刚刚不是知人知天知物知人嘛？那么人就是啊，各种啊，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被我们照顾的人，我们的朋友啊，先我们而走的，后面再跟着我们的这些，我们都要有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建立好关系啊，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关系就大了啊。有一些怪话是这样，因为。啊，有建立良好关系，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很方便啊！就是做朋友啊，做朋友要交流。你不是啊，认识了名片拿来丢掉，然后也不打电话，也不传 line， 也不发 email。哎，那这个当然了，我们说君子之交淡如水。OK， 好，那是一种修为。可是淡如水啊，也要有水啊，这是淡淡的水啊，要哎，刚刚那个交流的时候要和啊，和气要做啊，和颜悦色啊，好说啊，不要讲那些刺激的话。我们这里面呢，这里总共有11个点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一二三，一，啊，这个一上一下，总共四方上下，总共有八个。再到这个地方，上面一个点，中间一个点，结束一个点，总共有11。好，所以这个交流是第11。那么接下来呢，是，哎，这个。一切具备了以后，慢慢经营，慢慢一步一步的经营，然后要累积起来，成效要累积起来，不要做过了就忘记了。你们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是不是？那人的一生啊，就这样长期、中期、短期，慢慢的累积，到最后呢，就会结成一个果实，结成一个核。好，那啊，这些呢啊。做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通通都有的，上面的什么通通都有，这是一个站起来的 cube 啊，站起来的 cube。那么这里面有13件事情，通通都有。那么啊，要体会到啊，虽然我们做了这些好多这些，但是呢。这时间随着时间过去，到时间过去的时候，一切呢都是空虚的啊。那么所以是长时间来看啊，不要自己觉得很骄傲。你随时我们随时所做的那些东西啊，它都会过去，然后过去呢，那就变成一个
对别人也没有贡献的事，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所得的事，那么这是第十四啊。第十四是释迦牟尼的参悟的道理啊。那么上面说的十四啊，统合起来都有十二件事情啊。这个上去跟我们有说过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十一十二，那么它是有意义，中文有意义，另外它的形状它也会有意义啊，这是一个箭头往上啊，创意，那是三角形，这是四角形，这是圆形方啊，在看这个图的时候呢，就可以想到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准则啊，很好准则叫做归，叫做归念。那好，我们刚刚说第十六。第十六跑到天空上去了，他们是目标都在上面，我们一起往下走，地心引力往下成就了一切。可是地法天啊，我们的孔子说的，对不对？老子说了法天，那么天呢是广阔开阔的地方啊，是没有限制的啊，很难去数量，用微积分用数学都算不清楚了。那么很多科学家神学家都在追求。那好了，那么在这个天呢，天之外，它一切不是一切都是看不见的，它看不见的天呢很远还看得见，可是在我们眼睛看得见摸不到听不见的那个有一种东西，那个叫做灵啊，叫空灵啊，这是空灵。那这是第十八，那么第十七是空灵，那么第十八继续往上走。第十八呢是现在这样的符号，我们没有看到下面的云，也没有看到上面的云，也没有看到上面又是什么，就是尽本分啊。我们人要把这些刚刚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知道的这些形状啊，这个意涵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求学当中，在我们做服务的当中，也通通把它做到，这样就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啊。那道德最后呢这有一个依据，那么这个是就是道啊。那么道德怎么来？是因为它有天主，有一个超然的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这个就是老子也说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到，他在西方这边有那个十四个时期，这样一路一路到第，其实在第二个阶段他已经出现了。犹太人跟这个阿拉伯的这个伊斯兰人，他们就是有体会到这件事。总而言之，他呢总共有二十个要素让我们有信心、有依赖可以去变充实自己，然后呢了解我们的周遭，于是呢对于周遭发生的这些对我们好像是苦难，好像是折磨，好像是这个跟我们对立，但是呢我们还是慢慢经过这样刚刚说的那个爱的顶级的最高境界，柏拉图的爱。如果我们有刚刚说的那几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叫做情绪就可以控制得住。那在哪里呢？再回顾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张图特别是红色的。那我把这个 PPT PDF 传给各位看像我这样子很快速的转过的时候呢不见得马上可以听得很清楚。那么如果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仔细回味一下。
那么这个这一段到此告一段落，下面呢还 to be continued， 但是今天不说，因为那以前说过了，那就在说那个一到十二为什么会跑出那十二个有意义的中文字出来，我这个下面这个就不说了。今天呢，晚了一天，今天是圣诞夜，本来跟各位上课是昨天呢，你们在看那个什么看电影呐、看那个电影呐、哇，胭脂虎是不是？哇，哪一个同学啊，愿意把你的心得啊泼给我看看？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没有时间啊来陪你们看电影了啊。那好，如果有好心的同学愿意跟我分享，愿意告诉我，那就请你啊 line 给我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到这个地方啊，怎样呢？要祝各位圣诞快乐哦！啊，祝各位圣诞快乐啊！然后紧接着新的年一来就来了，那么也祝大家有个好的年，那么学业进步啊，这个攻读的时候、打工的时候呢，跟人家处得很好，那老板很赏识，客人受人家服务啊，都觉得哎呀，今天来这个地方碰到一个好很棒的人。请问你哪个学校呢？辅仁大学。哎呀，那就是说你是一级达人，然后荣耀母校啊，还有父母亲也很光荣哦。好，谢谢，那今天到这个地方为止，祝各位圣诞快乐哦。那改天呢我们再分享那个圣诞的意义了哦。那个好啊，就这样，我们先到此告一段落，拜拜，晚安。